瑶儿，新任大夫做得可还顺心？多谢姑母关心。虽然大夫之职与武将之位有所不同，但是有各位幕僚和父亲大人的指点，一切还算顺利。你这些年在历城纵横沙场，现在回来学些经世济民之术也是好事。能够回到邺城孝顺父母，多亏了镇北侯给的机会。镇北侯也是给微臣好好的上了一课。姑母，侄儿之前实在只懂得埋头苦干，不懂得用人之道，受到了小人的蒙蔽。现如今侄儿还是要向镇北侯多多学习为官之道才是。都是为朝廷做事的，哪有什么为官之道啊？微臣只懂得要将陛下和大幽国的利益放在最紧要的位置，鞠躬尽瘁而已。大夫大人，恕本侯帮不了你了。你们都是我大幽之栋梁，日后定要团结和睦，为大幽再立功劳。谢太后厚爱。好了好了，如今多好，一片祥和。众爱卿，举杯喝酒。谢陛下。镇北侯府二小姐到。斜阳配落霞，金戈配铁马，我那爱恨配年华。你是弘毅，朕都快认不出来了。臣女参见陛下太后。你看你看，这样多好啊，以后可要天天如此，才不负上天赐予你的美好容貌啊。臣女知道了。去吧。千年之下，辗转繁华，此生为你放不下。时候差不多了。哎呀，难得今日高兴，多喝了两杯，竟然有些恍惚了。哎呀，真是岁月不饶人呐。哪儿啊，母后，您可是正当年。看着红轩和晋阳如此恩爱，哀家也算是给阿元一个交代了。要是以后红毅也能觅得如意郎君，哀家也就心满意足了。陛下、太后，臣有一事相求。贺瑶，你有什么事你就说，是不是想讨个吉利啊？说吧。臣想向镇北侯府提亲。镇北侯府？贺瑶，你是说你想娶？臣想娶镇北侯府的二小姐百里弘毅为妻。瑶儿，今日长辈都在场，可不敢拿婚姻大事开玩笑啊。瑶儿并没有开玩笑，瑶儿自幼与百里弘毅一起长大，有青梅竹马的缘分，这次提亲也是深思熟虑过的。今日是小年夜，安西侯府向太后陛下请旨，望喜上加喜。瑶儿和弘毅乃是自小一起长大的情分，人品各自贵重，又都互相了解，
这乃是一段家缘呐、啊，还请镇北侯成全。不行，这门婚事我绝对不会同意的。弘毅，你为何不愿答应啊？太后，我。太后，承蒙安西侯高看，但小妹的婚事实在不急于一时。何为不急于一时？虽说我们大幽不比前朝，民风奔放，也不拘泥于世俗，可是弘毅毕竟是22岁的大姑娘了，若是再不许个人家，可是你这个大哥失职了。微臣认为此事可从长计议。难不成弘轩你看不上瑶儿，认为瑶儿配不上弘毅？大夫大人文武双全，微臣不敢有所质疑。那为何一桩好好姻缘你却百般推辞？太后，禀告太后，小女现在还没有成婚的打算，不想要婚配。弘毅，俗话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，这姑娘啊总不能一辈子赖在哥嫂的府里吧。我哀家像你这般年龄的时候早就进宫侍奉先皇6年了，生儿育女是女人家的职责。二小姐与我家瑶儿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甚笃，我安西府可以保证以后必将厚待于你。瑶儿你说呢？是啊，我日后肯定不会亏待你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好，很好，瑶儿，有你这些话哀家就放心了。弘轩，弘毅他日于归，你这个当大哥的可要好好准备一番了。好了，弘毅，你也老大不小了，就不要扭扭捏捏的了。朕宣布今日小年夜，我大幽再添新喜，安西侯府和镇北侯府结秦晋之缘，亲上加亲，则佳期准备大婚吧。陛下，陛下，谢太后陛下成全。微臣谢陛下，谢太后。进展如何？不顺利。看来火正祝融还是选择了隐忍，这么多年来他都未曾改变过。他一直以来对自己的本心都无知无觉，总认为舍身取义是大义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这原本就是他的本性，否则我们的计划岂不是轻而易举的就可以成功了？将自己的至亲拱手送到敌人身边尚能如此冷静，所谓大义当真就如此的重要？抵得过血脉亲情？表面的平静并不代表没有暗涌，真正的风雨可能马上要来了。我们姑且等待，看看这场戏如何演变。
大哥。怎么还没睡啊？大哥，我……不必多说了。大哥不会让你嫁给何瑶的。可是陛下今天已经当众下旨了。正因为陛下当众下旨，我才不能当众违背，不然就是公然抗旨。明天一早我就进宫，和陛下好好谈谈，一定还有转圜的余地。我绝对不会嫁给他的。大哥不会让你嫁给他的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天地玄宗，御史雷霆，断！天地玄宗，御史雷霆，断！我叫你硬骨头，我叫你硬骨头，我叫你硬骨头，硬骨头，硬骨头！哎呀，小童，哎呀，我让你去请百里将军，人呢？他说忙，不来。那就再去啊。不去了。为何？我啊，我不想去，要去你自己去。嘿，哪有师父请徒弟的啊，你现在就去，他要不来你以后就别想再学艺了。师父，哎呀，去吧小童，去啊，快去啊，去，小童听话，去。昨晚没睡踏实吧？我给你炖了碗银耳汤。我大哥呢？天刚露白肚，他便起身进宫去了，说是要去找陛下商量妹妹的婚事。侯爷最心疼的就是妹妹你了，他一定会尽力的。嗯。可是，万一侯爷他说服不了陛下，那该怎么办？逃，谁也不能逼我嫁给何瑶。哎呀，陛下，洪轩，什么急事非得现在来见朕呢？昨夜朕饮宴半宿，才刚刚入睡。陛下昨夜所言，微臣实在惶恐。昨夜朕说了好多话，你说的是哪一句啊？弘毅的婚事，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弘轩，你起来说话。陛下，弘毅与贺瑶绝非良缘，贺瑶生性霸道贪婪，绝非坦荡君子，不值得托付终身。你多虑了。哪个富家子弟没一点桀骜性子呀？贺瑶是朕的表哥，再说了，虽然他犯过失察之罪，但他也是因为太过耿直才会被下属蒙骗。贺瑶从小就怕弘毅，这不是一物降一物吗？陛下是真心想要促成这门婚事？对啊，为何不真心啊？贺氏是国之栋梁，镇北侯府是国之柱石，近日两家却有诸多摩擦，于国于民都不是好事。所以啊，朕才让贺瑶先行示好，待两家亲上加亲，便可修复之前破损的关系。贺瑶提亲是陛下授意的？是啊。弘毅的脾性陛下不是不知道，如今这般安排实在是
陛下息怒。实在是怎么了？你是想说朕误许了弘毅婚姻吗？还是说朕因为一己私心牺牲了弘毅的幸福？朕再说最后一次，百里弘毅必须降。朕希望百里氏跟贺氏能够借此良机好好修复此前破损的关系，亲上加亲，朝廷之上才可一片和睦。此事关乎我大幽两大家族，也关乎我大幽前程，朕不需有任何闪失。朕知你们兄妹感情向来深厚，大婚之日便由你送亲护驾。若当日朕见不到百里弘毅，朕只能拿你试问，到时候可休怪朕翻脸无情。还不及时想朕先治你个罔顾君上之罪吗？臣领旨。将军，将军对礼物可还满意？你们兄妹都这么心机？那是因为我们兄妹最不爱拖泥带水。我答应你们的事情一定会做到，何必心那么急呢？对自己深爱的男人怎能不心急？八音恨不得把这世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心爱的男人。多谢。八音要的不是谢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的是将军的真心，不仅能够侍奉将军，还能够与将军心意相通。将军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在意什么，不在意什么，八音都想知道。我想将军一样的爱我，对我毫无保留，就像我对你一样。我对你从来就没有保留过。可你留着你的心，那些你给我的东西，吃的穿的用的，什么金银珠宝我都不在乎，我只想要将军的心。可你对我始终像隔着一堵墙，我看不见将军的心。我明夜风没有心。我不信，不管将军心有多硬，八音总有一天会悟这的。八音愿意等，八音愿意为将军做所有的事情。我明夜风从来不拒绝任何人对我的好意，你愿为我做事情我欣然接受，但是我再告诉你一次，我不喜欢别人揣测我的心思，更不喜欢别人自作主张。我要什么和你哥哥已经谈妥了，他只要听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履行诺言，你也一样。将军。朕刚才是不是很有威严，很有皇帝的样子？母后常说朕这个皇帝毫无威严，朕也要多加练习才是。刚才那下你是不是也信以为真了？怎么样，够威严吧？陛下天威令微臣折服。朕知道你舍不得弘毅，朕也舍不得。不过呢，还好他不是远嫁，也免得弘毅饱受思亲之苦。陛下思虑周全，是弘毅之福。哎，你也要体谅朕。你不知道朕这个皇帝可难当了，朕更想去山里当个闲云野鹤，也好过日日被困在这个皇宫里啊。陛下为国为民，微臣感佩万分。弘轩，如果朕能想到其他法子，也定然不会把弘毅嫁给贺瑶。
要如何修复两家之间的关系，朕脑袋都想破了。才想出来，只有两家联姻，才是立我大幽的两全之策。你是百里家的人，更应该为大幽多做考虑。一定要理解朕的苦心，明白吗？陛下的话，微臣铭记于心。行了，回吧。朕去就寝了。微臣恭送陛下。侯爷，您回来了。红衣在府里吗？从昨日回来，他便一直待在房间里。陛下可有准许取消婚事？你把他叫过来吧。等等，你帮他把行囊收拾一下，东西不要多，贴身的衣物即可。侯爷，您这是？妾身这就去办。我不在，你一个人别逞强嘛！你要在这变戏法，本将军走了。哎呀，贫道啊，乃是言而有信之人啊，说教你真本事就得教你真本事。放开！这次真的不玩了，真的，你就待一会儿，就一会儿。放开！啊，徒儿你不走了？说吧，你准备怎么教？哎，为师啊已经准备好了。这些绝学从来不外传的，为师，你先告诉我，你有没有听说过护法灵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护法灵那个啊，话说欲速不达啊，我们呢要从基础开始学啊。来来来，我们呢先看书。哎哎哎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哎呀，护法灵就是法者，道法也。所谓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为何这个？我此前遇到一个，算了，简重点讲。重点就是，护法灵者是护法的。那当然了，这还用你说吗？我的徒儿啊，道法精深，
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得清的啊。若真是如此，那人人皆可为仙了，又何必要苦修呢？总之，你要想知道护法灵是什么，这书里头就有答案。啊，为师只教你，不教别人。这个书里面就有？当然了。哎，小童，你好好在这守着，不许人偷听。啊，我带你师弟进去学艺。哎，师傅。啊，我可是你的大弟子，长幼有序，你怎么教他不教我呀？你呀，天资聪慧啊，我教他的根本就是些皮毛，你早就会了，不用学了。现在我带你的师弟进去教一些基本功，你呢就好好在这儿守着，不许别人偷看，知道吗？哦，啊，都是皮毛。哎呀，皮毛皮毛。那你绝技可得要教我。教教教，小师弟，进去跟师傅好好学，回头跟师姐比试比试。你们再不开始，我就走了。哎，开始开始，你好好守着。哎，我们现在进去学艺，你好好守着。嗯，哎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大哥。陛下怎么说？这么冷的天，为何不多穿些衣服？他改变心意了吗？都这么大的姑娘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不许再冒冒失失的，一定要学会照顾好自己。大哥，他到底说了什么呀？还记得吗？父王曾经穿着这件盔甲击退了狼族数千骑兵。我清楚地记得父王救下我的那天穿的就是这身盔甲，阳光底下金灿灿的。他把你带回了府里，他叮嘱我这是你的亲妹妹。我知道父王和母妃生了我和红树两个儿子，他们心里一直希望有一个女儿。自从你进了王府，他们很快乐，连红树都说你是父王最心疼的，你的剑术也是父王亲自教授的。可是后来父王和母妃相继离世，整个王府里就剩下了我们三个人。那时红硕年幼，日日哭泣，是你陪着他，他才度过了那些伤心的日子。从那以后你就不再穿女装了，只让我叫你弟弟。你跟我说，只要我们三兄弟在一起，平原王府就一定不会败落。大哥放心，我们平原王府三兄弟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的。红叔说的对，我们一定会克服所有困难的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在心里对自己说，只要有我这个哥哥在，你和红叔就永远不会受到委屈。虽然你们没有了父母，但你有我这个哥哥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干嘛今日忽然提起以前的事儿啊？如果父王和母妃还在世，他们一定会竭尽全力让你快乐。我相信，如果此时站在你面前的是父王，他会跟我做同样的决定。大哥，陛下到底跟你说什么了？红衣，跪下给父王磕个头。
你们到底说了什么呀？你走吧。陛下执意要你嫁给贺瑶。哥哥虽然无能，但我绝不会让你嫁给那样的人。走吧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走，这是哥哥唯一能为你做的，也是平原王府为你做的最后一件事情。今日就走，立刻走，走了再也别回来。这个穿墙遁地是什么？遁地穿墙乃是上古秘术之一，其要诀是在于……不要讲这些书上都有的，可不可以展示一下？上古秘术岂能儿戏呢？大道至简至易，至精至微，正所谓少则得，多则祸。你现在刚开始学，自然需从基本的学起。修持之道，欲速则不达，切记切记。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我还有公务在身，告辞。我还没教完呢。别走啊，我还没教完呢，你别。拜见大君。哼，太阳都没有落山，你千统将军就喝醉了？我叫错了吗？大君丧子，一夜之间似老了十岁，根本已经无力统领狼族，而你最大的敌人阿那坏现在已经化为灰烬，支持阿那坏的亲族纷纷归顺于你，万骑将军在这片草原上已经没有对手了。大军之位，舍你其谁？虽然现在看起来风平浪静，不过从这里到大军帐，荆棘遍布，每走一步都会有无数的明刀暗箭。万骑将军，多加小心，千万别死了。千统将军，你就不必操心了。我明月峰没你想的野心那么大，我做的都是我该做的事情。对于不属于我的东西，我没有兴趣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出手相助，我会记在心里的。如果千统将军能够明示你到底要什么，那将来我回报起来会更加简单一些。如果我告诉你我什么都不想要，你信吗？草原人接到明月峰贪得无厌，狼子野心，是自己的当仁不让，不是自己的抢来便可。你若告诉天下人你什么都不想要，你说天下人信不信？无独有偶，高义跟将军是同一类人。红衣，你记着，天高海阔，出了城你想去哪里去哪里，不必告诉我。我不知道，陛下也绝不会知道。出门在外一定要收起你的脾性，不可胡乱开罪人，也不要替人强出头，一定照顾好自己。等避过了这段风头，我就给大哥传信。绝对不可。从今天起，你不再是百里红衣，你只是世间最平凡的女子。大哥，把百里红衣这个名字埋在心里，
百里家财物任何瓜葛了。这里面除了贴身的衣物，还有银两盘缠。你一定小心行事，绝不可张扬。可是我走了，你们怎么办？大哥的事你就不必担心了。我在城外替你备了马，快走吧。侯爷，陛下和太后的金口玉言，如今妹妹走了，那就是公然抗旨。你怕吗？不怕。今天也累了，早点歇息吧。是。你又打了胜仗，给红硕带了什么好玩的回来呀？父王啊，母妃，你是谁？红轩，红硕。嗯，他叫红毅，从今以后他也是父王的孩儿了。从今以后你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嗯，一家人。百里红毅，你是叫红轩？好，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好妹妹。百里家的三兄妹要永远相亲相爱。好，从今天起你不再是百里红衣，你只是这个世间最平凡的女子，把百里红衣这个名字埋在心里。你跟我说，只要我们三兄弟在一起，平原王府就一定不会败落。只要有我这个哥哥在，你和红硕就永远不会受到委屈。虽然你们没有了父母，但你有我这个哥哥，哥哥会保护你的。